下 M1 好球。哇，他今天扮猪吃老虎哦，在板凳席上出来真的是源源不绝的能量，就跟郭章男一样。而且我觉得任红真的有这种投手球员的特性，就是他常常会左右移动的时候，这个欧洲步才还蛮不错的。然后再用他的 off hand， 就是他不太常用的是坏球。真强，回到赛斯特的手上，长传提供的是陈立焕，现在躲过了林书伟之后，放进了这两分啊。在今天啊，其实快攻的机会并不多哦。是，哇，王宗泽做的是地方内球，还是要珍惜。如果你有一个对于美式的教育，哇，好在找到了 Tony Mitchell， 你没有好，没有这个好好的念书啊，可是你有一个好的队友可以 LU 给你的话，你还是可以灌篮很凶的。又往里面走。Sunny 好像在这个场上正在叫卖，有没有人要犯规啊？哇，在进攻时间到了之前，李振儒拆掉了这个炸弹啊！这个三分球当然就确定了这场比赛最后的战果。高位，哇，又来了，直接跟 Tony Mitchell 再来上演一次。啊，礼物，这个高地中锋对台币来说无法过境，没办法，因为台币已经把他最能。